好，我们来做点圆角的小练习哈。这个，请你做成这样啊，因为之前都没有中间这一个，所以同学都乱剪，对吧？踢啊，乱剪，然后乱做哦。其实很快可以做的，先把它做成这个，再把这个做成这个，分2次做，好，你就会比较快速一点点了哈。因为你要先搞清楚谁要谁不要。你如果就是踢啊。啊，算了，乱剪，然后就开始全部都不要，然后开始乱碰，知道吗？哦，那你就很辛苦。好，一个一个看嘛。假设像这个壶，像这个，是不是左半边要，右半边不要？右边不要，所以里面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右半边是不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大大的这个。是不是也是这条红线的左侧就不要？好，然后里面这个也是红线的左侧就不要，这里都左侧不要，所以 TR 修剪，你可以说先选这条线，其实两条也可以一起选，但是我先选一条就好。这条线是它的右边不要，它的右边不要，左边不要。哎，我要选两条才可以。这个的右边不要，右边不要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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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不要，对吧？然后这边的左边是不要，所以我很快就可以修正，只剩这样子，对吧？哈，然后再来这一条跟这一条之间是一个 R18，就圆角18，它要导到这里来，所以 FR 的18选。它跟它是直接就坐上去了，好，这里是还有个 R5 在这边，所以 FR 的五，碰碰是就坐上去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就做完了，就说这样就做完了，其他的东西只是一些参考线而已，对吧？其他只是参考线，因为真正的图形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对吧？好，那这个就是我要稍微解释比较多一点点的啊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先把这两个圆画出来，试着先挑软的吃啊。所以先画80，它的圆心的右侧160的地方有 R40，不用画那个参考线了哈，直接画一个圆，从这里向右追160，画40。这样就好了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四个弧，好，这四个弧都可以用切切半来画，啊，是不是切在圆？假设我先看这一个，切在圆上，切在圆上，半径200，对吧？然后只是它被修剪掉嘛。所以其实刚刚有特别有强调嘛，圆角只是切切半被修剪过而已，所以这四个都可以用切切半。那我们先试一下，C 的 T 碰在大概正确的位置，之前就有讲过了哈，碰在大概正确的位置，你自然就可以做出来，对吧？TR 修剪。啊，C 的 T 换这边碰在大概的正确的位置上，是下面是多少？哦，也是200。然后 TR 修剪，好，然后呢，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70？C 的 T 切70，TR 修剪选它跟它，把它修掉，好。C 的 T 切70，TR 修剪选它跟它把它修掉，来是不是可以做出来？好，所以圆角切切半绝对可以做出来。好，那我关掉，切切半可以把它做出来。那再来，我现在放在圆角，就代表圆角可以做。好，即便它没有边长出来哈，它不像这个明明它这已经有两边了，这个是连边都没有哈，连边都没有，所以。
我们先试一下啊，这个70，这个 F R 70，直接碰碰，哎，就真的长出来了。下面是一样，F R 的70，碰碰就长出来了，好，直接可以做出来。那外面这一个呢，F R 的200，碰碰也有做出来，但是是做凹的那个。不是做凸的那个，好，那你说可能是我碰的位置不对，我们尽量碰在大概正确的位置上，啊，还是一样做这个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最后只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圆角可以快速的做圆，这个圆弧的这个角没有错，但是它不能做成凸的这个，啊，凸的这个一定还是要用切半来做，凹的这个。凹的这个都可以快速的用圆角来做，啊，所以弧的第15个画法出现了。弧这里有10个画法，3 3 3+1，10个画法。好，然后第这个是第十呃对对对第几个第11个画法。好，弧总共有15个画法。好，就是仅次于这。10个，这连续式不算了啊，这不要理它。这里有10个画法，这里有个新的，因为这个弧只能用修剪出来。如果你看得到2个圆之间的切弧，它是凸出来的，那只能用切半去修。但是2个圆之间的凹弧，可以用圆角做，也可以用切半做。好，用圆角做、切半做都可以。所以来，各位你自己试一下，你就算不记得也没关系，因为切半都可以做，切半一定都可以做。只差在如果是凹的，我们用圆角做比较快而已，对吧？只有差在这里而已。好，来，各位试一下。